娶了个富婆当老婆，真的会幸福吗？老公，你不是同学聚会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哎，不去了。现在同学聚会除了攀比没啥意思，根本就不是原来那个味儿了。你现在混的又不差，你怕啥？不是，这跟混的差不差没啥关系，只是不喜欢那种感觉。拉倒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是怕花钱是吧？那今晚你安排。不是没那必要吧？有必要，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知道什么叫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其实老婆也不是全部同学都那样。那好办呀，吃完饭你喊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，你们再去唱会儿歌，好好叙叙旧。咋了？卡里没钱了？那我再给你转3万，你把卡充上。老婆，我真觉得没那必要。老公，你记住，面子这个东西虽然有的时候是不值钱，但是必要的时候也是要有的。所以你不要怪社会现实，你只有不断的强大自己，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。今天晚上就按我安排的来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赶紧去了。每一天在路上艰苦奔波，留下了许多许多血汗。